的发音竟然可以这么的标准，台风竟然可以这么的稳健。谢谢婉如老师的加入，让书院的孩子们在语文的能力上大大的进步，让我们看见书院前所未有的演出哦！再次掌声，谢谢婉如老师，你们的帮助真的好。是由佩珍老师以及婉如老师指导高中部及国中部的孩子演出，表演曲目是《梦想起飞》，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。
他们自己利用课余的时间自己编排自己练习。看着他们演出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又充满了希望，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哟。希望每个孩子在这里学习都能朝着自己的梦想展翅高飞。接下来下一个节目表演的是中国第一，由林虎珍老师以及慧珍老师指导，演出者有建智、燕恒、宇航、邵文、丽妍，表演曲目《纺织姑娘》紫竹调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三位是林虎珍老师准备。
咱们经典曲目呢，有《百孝生殉职要》第三篇，《日文三字经》，特语专管习时贤文，以及英文读经《捐我他日本悲痛之颂》，以及台语读经《唐诗111首》，共计义诵，共计义奏诵连通四韵。那来宾请掌声鼓励，欢迎他们演出。百孝经圣训集要第三篇，孝顺人生孝顺子。Thank you.
其实呢，我还想借用你的双手。